三权分立，啊，互相其实各都管，谁都管不了谁啊。这个法院如果揭出来啊，这个政府如果是总统这边有贪污的话，那么只要跟总统联合就能干过议会。那么如果议会揭出来这个总统有贪污的话，跟法院联合又能干过总统啊。所以呢，他这个三权分立实际上不是互相制约，是互相，这个互相吞钱的。那么这是最高法院啊，咱们前面这个广场呢叫英雄广场啊，那是纪念秘鲁和这个智利啊，在1879年到1883年啊，当时的这个太平洋海战啊，也称这个史上称为消失战争的这场战役啊，这个纪念广场啊，上面所有的这个英雄呢啊，全都是这场海战之中啊，这个军队的这些将军啊，高级将领啊，那么这些将军呢，其实都是打败的啊，全是打败仗的啊。英雄广场，那么利马的天气啊，大家说怎么还没有出太阳啊？不会出太阳的啊，现在利马天气呢就是这样子，每年大概是从4月份到5月份开始啊，现在呢今年是6月，因为今年是厄尔尼诺年啊，这个圣婴现象啊，所以呢今年从6月开始，今年2017，对，那么从今年呢是6月份才开始啊，形成这种天气啊。那么利马正常来讲是4月5月开始，一直到当年的9月10月份啊，都会是这种天气啊，不出太阳，两三个星期可能出一次太阳啊，都是这种阴沉沉的啊，也不下雨啊，你看着好像马上要下雨，但是呢它不下雨啊，就是因为咱们属于啊这个太平洋的东岸，那么地球是自西向东旋转啊，所以迎风面呢是东边啊，这个是美洲，南美洲大陆的西岸啊，所以呢这一带是没有飓风，没有台风啊，风平浪静，那么海边的这个潮气水气呢啊，又因为这个阳光呢啊不是很充足啊，蒸发不开，所以全部都是水气。那么一会儿呢咱们飞机起飞之后呢，上面就是大太阳，但是实际上呢立马周围全是这种雾气啊，这是雾气啊，不是污染啊。现在这边是芒果奶茶的款。还没看到，对对。这个是榨汁的，有榨的柳橙汁吧。代表全国最优雅，而且这是首都的最精华。好，这个咱们今天早上呢，正好赶上这个早上上班的这个高峰期。那么咱们呢还算比较好啊，咱们是出城啊，一般是进城的车呢比较塞啊，左手边是进城的。啊，去往市中心的车比较塞啊，去往城外的车呢比较少，啊，所以呢咱们还算是，不会碰上太严重的这个塞车。那么利马的交通呢，其实并不是说因为车很多啊，因为这个司机呢都是乱开啊。如果大家能看一下，注意看一下，说这个车啊左转或者右转啊，转向并线，这个都是不打灯的啊。在利马的司机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转向是不打灯的啊，不打灯。
挂着的铜字，在这个葡萄牙是。无色见子。来了来了。哦，这叫导航。这条瀑布有肿瘤。不是的，那是导航。阿丽现在给大家发一下水啊，咱们每天都有一瓶水，那么这个水呢是国内航班是可以带啊，国内航班可以带。现在咱们坐的这个智利航空公司呢，因为飞机上是不提供任何食品的，所以咱们两个小时之内呢，只有这瓶水了啊。但是不是说你没有东西吃啊，它所有的食品饮料。